大家早啊！天哪，今天超级冷，然后又在飘雨这样，然后又懒得撑雨伞了，赶快去便利。准备准备。首先呢，我要先谢谢大家，就是这两天呢、这两天哦，就是对我们开幕的买一送一的支持。对，然后今天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天，买一送一，大家赶快过来共襄盛举，在这冷冷的天，吃着热热的锅，好不好？超冷，所以呢就是现在呢，我赶快进去厨房开始备料了，因为昨天后来卖到就是。高丽菜也没有了，所以我的菜盘差不多所剩无几。今天呢，大家就很早了，也很辛苦，就是要赶快去备料这样子。因为呢，不然的话，像这种冷冷的天，应该很多人会叫火锅来吃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不赶快把那种菜盘啊料先备好的话，会来不及。昨天呢，这两天都所幸有。很多朋友来帮忙，所以让我们就是还 OK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在里面其实没有朋友帮忙的话，真的会乱掉。因为我们就是要边有，虽然是一直都在备菜，菜牌也准备了很多，但是呢，因为有时候客人点的，因为我们是买一送一嘛，所以我一次出去都是两锅，一次出去就是两锅的话，其实消耗是蛮快的这样子。不是一锅一锅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今天又昨天对，今天又很多菜要进来，切切切，洗洗洗，备备备，装装装这样子。然后在家里发现了一个饼干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所以我现在要很快弄过去，对。赶快去准备上工。好冷的天气哦。今天送阿 U 上学的时候，冷到一个不行。阿 U 跟我说：“爸爸好冷。”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要骑脚踏车还是要开车？”他叫我说骑脚踏车，那刚好送他上学的时间呢，是没有下雨的，没有像这样飘雨，完全是干，就是地是湿的，但是呢就是没有下雨，然后很冷，然后骑到一半他就后悔，我也是，我每次刚好问他，而且还穿短裤，有事吗？这么冷的天就要穿短裤，好啦。反正呢，今天就是我们的买一送一活动，好，第三天，如火如荼的赶快去准备跟大家见面。因为很多粉丝跟朋友们的分享跟介绍，对，当然就是中午可能还好，中午就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要上班嘛，那到了晚餐时间的话，就是暴走，全部聚集在一起这样子。对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也很开心。对，就是至少我们创的这个夜市是可以的。对，是 OK 的。好冷哦，我真的后悔没有穿，多穿一件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是穿这个，我这一件有没有？里面一件 T 恤，再加一件那个棉的棉 T。两件棉 T，然后去送阿 U 上课这样子。这种天气啊，真的小朋友要起床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因为太冷了。你知道冬天是真的是很好睡的时候，我家阿 U 太厉害，8点多闹钟一响，人就跳起来，然后就出门了，很强啊，我觉得超强的。如果是我以前的话，都会赖床。不要说我以前，我现在的模式，我也是都在赖床。休息一下，我到店里了。他们已经铁门已经
辛苦的同仁他们已经到了，然后呢也在备料备菜，然后我们的椅子都已经摆好了。我的椅子最近会变成这两天都是桌子形态，有没有？啊，不，都是椅子形态，因为呢没办法，因为弄成桌子大家没得坐，因为今天就是大家等候的状况比较多，就是坐着等。然后一样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讲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是试营运，然后开始做活动这样子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会比较忙，那如果忙中就是都会多多少少有点错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对的，我们也会就是努力的改进，因为我怕会有可能客人就是不知道每个，因为毕竟每个喜好不一样，当然有的客人可能吃了很喜欢很棒很爱，但是可能一定会有人就是不爱，或者说可能觉得等太久或干嘛。但是我说真的，像这两天有很多就是粉丝啊朋友啊就是来说要来找我，我都没办法出来，因为我一个人就在里面守着四个炉，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。对，就是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。然后就是如果说就是你们对于锅物啊锅类，或者说你们收到的商品有什么样的建议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，或者私讯给我们，私讯比较快啦。对，直接私讯给我们，然后呢我们如果看到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就是开心满意的回复，好不好？毕竟创业维艰，很多事情很多状况呢是慢慢的是需要调整的。像我上次讲过的，一个小婴儿生出来的时候呢，不可能一开始就会跑，他也是要经历过就开始慢慢的去爬行的阶段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正在爬行的阶段，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多多包涵，多多体谅。对，然后也很谢谢我们的两位妈妈哦，就是雅琳的妈妈跟我妈妈，因为呢他就是他们现在就是轮班，这几天做活动比较忙，所以我老婆她就会来帮忙这样子。那帮忙到小朋友的话，就是早上请他妈妈顾，晚上我妈下班的时候请我妈妈顾这样子。对，也辛苦这两位伟大辛苦的阿嬷跟婆婆。对，那当然就是希望哥我们的生意可以越来越好啦，越来越努力啦，进步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觉得跟大家就是聊的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赶快继续准备了。好，准备弄，准备要开门，客人不知道会不会冲进来，看样子应该不会，因为一个人都没有。好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